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报告委员会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市议事录，请宣读。立法院第七届第五会及内政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999年4月21日星期三上午9:02至11:30，1999年4月22日星期四上午9:19至12:12，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邱委员、议颖等14人，列席委员林委员、淑芬等45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江宜桦率同所属，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副局长张凡，经济部水利署检任秘书黄文德率同所属，交通部路政司专门委员卓尊享，法务部参事陈元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检任视察吴林竹，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组长张显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副组长简玉华率同所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管理处副处长杨洪谦，国防部助理次长杨柯文安率同所属，主席吴召集委员玉生报告事项，宣读上市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相关请愿案二案。一、李南宏先生为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违法违宪及违背国际潮流陈情请愿案。二、屏东县恒春镇公所检送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暨垦丁国家公园计划第三次通盘检讨座谈会会议记录已份，请酌处请愿案，决议请委员于审查国家公园法时参考。以上二案不成为议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二、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3人，委员陈莹等19人拟具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6人拟具国家公园法第13条及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审查本院委员丁守中等25人拟具国家公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四、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21人拟具国家公园法第4条、第10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审查本院委员陈福海等37人拟具国家公园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18人拟具国家公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七、审查本院委员周守训等21人拟具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经委员黄昭顺及丁守中说明修法要旨，另由委员潘维刚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第一、第二案至第7案并案审查，并以行政院版本条次为准，逐条审查，另由委员赖清德等5人、委员简东明等2人二案，委员高金素梅等4人及委员邱怡莹等7人提出修正动议一并讨论。二、审查结果：一、第1条、第13条、第16条、第18条各案对照条文及各修正动议一并保留，送党团协商；二、第17条及各案对照条文一并保留，送党团协商；三、委员高金素梅等4人修正动议第16条之一保留，送党团协商；四、现行法第2条、第5条照案删除；五、第2章章名第7条、第9条、第11条、第12条、第3章章名第15条照案通过；六、第5条照行政院提案委员林淑芬等23人提案，委员周守训等21人提案及委员赖清德等5人修正动议通过；七、第8条及第14条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员林淑芬等23人提案通过；八、第2条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2条，本法主管机关为内政部，国家公园位于原住民族地区者，由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办理。二、九、第3条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3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国家公园只为永续保育国家特殊景观、生态系统保存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元性，并供国民之娱乐及研究，经主管机关依本法规定划设之区域。二、国家自然公园只符合国家公园选定基准，而其资源风度或面积规模较小，经主管机关依本法规定划设之区域。三、国家公园计划只供国家公园整个区域之保护利用及发展等经营管理上所需之综合性计划。四、国家自然公园计划只供国家自然公园整个区域之保护利用及发展等经营管理上所需之综合性计划。五、国家公园事业只依据国家公园计划所决定而为便利娱乐生态旅游及保护公园资源而新设之事业。六、一般利用区指国家公园区域内不属于其他任何分区之土地及水域，包括既有小村落并准许原土地水域利用形态之地区。七、游憩区只适合各种野外娱乐活动，并准许新建适当娱乐设施及有限度资源利用行为之地区。八、史迹保存区只为保存重要历史建筑、纪念地、聚落、古迹、遗址、文化景观、古物而划定及原住民族认定为祖坟地、祭祀地、发源地、旧社地、历史遗迹、古迹等祖传地，并依其生活文化惯俗进行管制地区。
九特别景观区，指无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然景观、地理景观而严格限制开发行为之地区。十生态保护区，指为保存生物多样性或供研究生态而应严格保护之天然生物社会及其生育环境之地区。十第四条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四条，主管机关应遴聘派有关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热心公益人士及国家公园所在地方代表会商审议下列事项：一、选定设定或废止国家公园；二、划定或变更其区域；三、国家公园计划；四、国家公园事业成效审议方式、程序及其他运作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国家机关主管机关于原住民族地区依第一项规定选定设立国家公园，应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2条规定，征得当地原住民族同意，并建立共同管理机制。十一第六条修正通过，内容如下：第六条，国家公园之选定基准如下：一、具有特殊景观或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栖地，足以代表国家自然遗产者；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资产及史迹，其自然及人文环境富有文化教育意义，足以培育国民情操，需由国家长期保存者；三、具有天然娱乐资源，风貌特异，足以陶冶国民情性，供游憩观赏者，合于前项选定基准，而其资源风度或面积规模较小，得经主管机关选定为国家自然公园。依前二项选定之国家公园及国家自然公园，主管机关应分别于国家公园计划保护利用管制原则，各依其保育与游憩分析属性及形态分类管理之。十二第十条，除第一项前段当地居民修正为当地村里长、居民代表外，其余照样通过。三第十九条及其以下条文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审查。散会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请问各位委员呐、啊，上次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那没有，我们就确定了。请先读讨论事项，请先读。审查本院委员李鸿钧等20人拟具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说明本案是1999年4月9日第七届第五会及第八次会议决定，将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那现在我们介绍列席官员哈、那第一位是内政部江宜桦部长，欢迎哈、第二位是营建署叶世文署长，再来是法务部陈延英参事，国有财产局张凡副局长，赋税署吴英士署长。那现在。进行提案要旨说明，我们现在请李鸿钧委员提。谢谢主席啊、主席，我们部长还有各位同仁、这次本席针对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及第十九条修正案啊、提出提案哦，那最主要是针对我们最近整个都市更新，尤其是以密集都市来讲的话，在所有土地有限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一些更流畅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方向。那在这个流畅的都市更新方向里面哦，其实像我们台北市非常多的一些老旧社区，常常会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因为这是长期以来。长期以来所遇到的问题，像土地跟建筑物哦，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分割跟切割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常常会造成在一个更新上面会有造成一个严重的缓慢。那所以在修正过程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加速或者更顺畅的来做整个一个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所以建议在这个土地及合法建筑物的所有权人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改成得以经主管机关核准筹组织更新团体或都市更新事业机构。我想这样子的话，让主管机关有他的一个把关权，也有他的一个审查权，然后能够让整个一个都市更新里面能够让它更完整性哦，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哦。那最主要，那第39条的部分是在于补偿的部分的话，应该再加入或一个现金补偿哦。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整个条文也会更完整。以上做此说明，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江部长啊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今天大院内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李鸿钧委员等二十人联署修正《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三十九条修正草案。本人代表前来报告并被质询，甚感荣幸。依现行法规定，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取得《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第二项规定之同意比例后，即可拟具事业概要报核。目前发现部分事业概要申请人仅有一名，于主管机关核准事业概要后，迟迟未筹组更新团体或委托都市更新事业机构实施都市更新事业，影响了其他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的权益。有关委员提案修正《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来明定事业概要报核之申请人资格为经主管机关核准筹组之更新团体或都市更新事业机构，这有助于改善实务执行的问题，本部尽表同意。为同条例第十五条涉及更新团体筹组设立的相关规定与修正条文有关，建议一并配合修正以之妥适，所以本部建议修正条文如后所附，请大院委员参酌。另有关权利变更关系人不愿参与分配或因分配之土地及建筑物因未达最小分配面积单元无法分配者，得以权利变换计划内表明以现金补偿，查 都市更新权利变换实施办法第七条之三业已明定。所以本次委员提案修正都市更新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补充规范权利变换范围内权利变换关系人得按其占原土地权利价值比例分配土地所有权人应分配之补偿金，可以使本条例的法规架构更趋完整，本部原则同意。以上针对李鸿钧委员等二十人提案修正《都市更新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三十九条修正草案做扼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那请问其他机关代表是否有补充的说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新答哈。那依照惯例是十分钟，我们十点三十分截止登记，请第一位委员赖清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哈、大家好，还有内政部江部长跟营建署叶署长哈、大家好。这个昨天我有在看这个马英九跟蔡英文的辩论哈、我特别利用今天这个开会的机会，来回应哦，马英九提到说，主席请坐，嘿，我用我的时间哈、就是说他提到说什么政府官员来立法院报告十次，啊，民进党党团呢不是背个啊，就是不愿意参加，我觉得这样说谎哈、是公然跟社会大众说谎啊，因为我们很清楚，我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质询过多少次的赖姓委员主委。他都没有办法提出资料过来，我还记得我最近的一次质询他，我说那你的早收清单是什么，他说还没有进入实质的谈判，我们拿经济委员会施延祥部长的书面报告，就说你们已经进入了啊，换句话说政府已经有这个清单了、而且已经在实质的在谈论了，怎么会没有呢？后来他才改口啊，他才改口说啊，因为是因为秘密的关系哦，所以他没有办法提供。我当时马上要求主席吴益生吴委员说：“那我们改开秘密会议，我们改开秘密会议啊，这样就没有所谓泄密的问题啊。委员开秘密会议到会议外去讲会议中的事情，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是违法的。但是赖清德也反对啊，后来主席也没赞成啊。所以今天跟社会大众讲说，国民党有心。”要来立法院接受这个监督，是民进党不愿意，是背个，我这个是公然说谎，这个哈有失作为一个总统的高度了，啊，这令人非常遗憾哈。那第二个呢，马英九也跟社会大众说谎的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他愿意接受国会的监督，十二项法案都有送立法院，那你有通过吗？没有通过啊，啊，这国民党就看到说民进党没有超过三分之一，不足这个法定的开会人数啊。
所以现在都搁浅在委员会里面了。我们要求表决，要不然你至少你是国会的多数，你是执政党，你至少总要负责任的表达你们的立场。我们表决输了就算了嘛，但是连表决都不愿意，就竟然敢在全国的这个国人的面前，在跟在野党的主席在辩论的时候公开说谎，说有接受国会的这个监督啊、哦。今天王金平王院长多次提到，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不足以肩负起监督目前啊、哦、两个国家在进行的谈判，没有办法啊、哦，没有办法要求另外通过一个法律，被反对啊。王金平也主张应该要成立两岸的这个小组来开始运作监督这个目前的谈判呢、啊，也被马英九反对啊。反对通通都是马英九，只有公开敢公开在国会里面公开说谎，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电视辩论的时候，我看到非常非常的压抑，已经当上总统了啊，更像是一个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哈、哦，在参选总统的职务这样子，我觉得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哈、哦。啊，接下去我是请营建署叶署长。赖委员好。哎，署长你好哈、哦，身体还好了哈、哦？哎，还好。我早上看你走过的时候，走路好像有点不大顺，没有问题啊哈、哦？没有问题，没问题哈。我之前到柳营啊，台南县柳营啊、哦，那么有一个连，就是连战的啊，连战先生的这个，这是什么那个？那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那个连家的什么纪念馆吧？是连氏中心的纪念馆，这事情你知道，你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对不起啊、哦，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啊、哦，就是连战我。因为我这次在台南县这样拜访这样跑啊，有一次到那个地方，那当地的哈、哦、连氏的这个宗亲啊，有特别跟我提到一个事情，他是说了哈、哦，说过去这个连战先生竞选总统的时候有承诺了，要协助这个连家的这个纪念的这个纪念馆之类的啊、哦，连氏宗亲的纪念馆之类要完工了，后来当然他们就买那个连战先生就落选，他没有当选，那这个事情呢、啊、就一直停摆。那后来地方上啊，希望就是说，哎，弄成是类似像这个活动中心之类的，多功能的活动中心之类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连家可以用，社区的民众也可以用。那这个计划听说有送到内政部来啊，营建署这边来，有这个案子吗？你有印象吗？也没有这个印象，我可不可以去查一下？因为他如果要盖活动中心，他已经盖好了，硬体都盖好了。对，那可能必须要用别的，他硬体都盖好了，比如说城乡风貌啊之类的去来帮他忙。那我们可不可以？我会后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我再写一个东西跟委员报告。好，我想你哪有赢啦哈？哪个看一个关心就要紧啊？好，好不好？那关心比较该管怎样？是啊。如果说经费不是很大的话，至少不要留一个画饼在那里嘛。是。哦，是。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替连战先生解决什么问题啦，啊，也倒不是这个立场。我是说，至少当地有这个需要，而且那个硬体都已经盖好了。是。哦，就缺一些设备。是。啊、哦，我想组长当个好人嘛，把这个地方上多年的这个心声，啊、哦，或是有一些误解，就把它一并把它解决，这样好不好？好，我们了解一下，再跟委员报告。好，那拜托了哈，这事情拜托。好，以上，谢谢。请陈明文委员不在，请孔文举委员不在，请邱义颖委员不在，请纪国栋委员。主席、部长、署长，各位现场的媒体好朋友、各位官员，大家早。主席，我还是请一下啊，部长好了。
纪委员早，部长辛苦了哈、哦。不会，谢谢。这个问一点地方的事情哈、哦。前几天这个啊，关于我们社福的社工人员呐、啊，因为部长在这个答询，或是说记者在问起啊，发生地方那个不幸事件哈、哦，你知道？那你说要请这个县市首长啊，要好好督导，好好做一个，可能讲说一个训练，可是引起我们社工人员大幅的反弹，到我们内政部来表达这个抗议。他抗议内容我是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好像是讲说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人数也不足。那部长觉得这个当天你没有出来哈、哦，没有出来接受他们陈情，可是他们陈情的意见你一定听到了嘛哈、哦。当然了，这个可能这个那个个案呢、啊，跟这些社工人员并不有必然的关系，而且也不是当事人哈、哦。可能就是说你犯错人是一批人，那抗议人又是一批人的哈、哦，有些时候会模糊焦点。可是毕竟他们提出现在社工人员所面临的问题，那以及为什么做不好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关联性，部长你都听到了嘛哈、哦？是。那我当天一想说，哎。发生事情，当然第一时间就想到就是说地方的社工人员的联系，还有检查单位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正如社工人员所说的人员不足，或是其他配备编制不足的问题。可是这些都没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是回到我们县市首长问题了，因为只有县市首长没有提出来讲话。那部长您的看法呢？你看这个问题在哪里？不要说这个事情过去了，万一再发生，那怎么办呢？是非常感谢委员对于我们这个儿少保业务还有社工人员相关问题的关心哦。我们对这个案件已经召开过至少两次会议，很详细的去检讨，就这个个案来讲，它究竟涉及哪一些疏忽。那向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确实是发现这个案子很不幸，就是在一刚开始通报的时候，通报的这个类型就有一点误判哦。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知道说，基本上有一种通报是说儿少保通报，它是跟儿童少年的生命危险有立即威胁的，那这一种通报要很快处理，要马上到。那另外一种是一般的所谓高风险家庭的风暴的通报，譬如说这个父亲失业啦，或经常跟母亲吵架等等，这种只是要注意。那如果按照这个儿少保的通报的话，一旦成立，马上在24小时内，社工人员要见到这个案家，就确定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有被打或被威胁要杀害的危险。所以他就是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嘛。对，那所以刚刚委员讲说，我们基层的，不管是说社工或者教育人员或我们警察同仁，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疏忽的地方。我们并不是说没有疏忽。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基层的社工人员，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因为如同委员所知道，社工人员他基本上就是一种有利他之心、奉献牺牲精神的特质很强的人，才会愿意去当社工。所以对于他们的辛劳，我们是从头到尾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处理这种通报类型的时候，犯了误判的一些小小的疏忽，所以没有在这个案家，也就是这个母亲带着小孩离开之后，积极的去找到这个母亲。如果说当时知道说这个是属于24小时一定要找到人的话，我想就不会等到清明节过后才发现人去楼空，然后人都已经往生了啊。那但是这是一部分的事情。至于刚刚委员关心，上个礼拜有部分的社工人员到我们内政部来陈情抗议的事情，我想他们是希望说，在大家这个责难于社工人员的疏失的同时，不要忘记说我们的基层的社工能力是不足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头到尾就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社工能力真的是有所不足，尤其是地方基层。这个案子从民国92年，就当时民进党政府还在执政的时候，就曾经有这个政务委员专门提出来，然后透过内政部希望来补充地方的基层社工人员，但这个案子呢一直没有办法说得到一个制度性的全面的解决，所以后来是用从95年之后用这个约聘雇人力的方式先补充了大概510人，那这暂时舒缓了一些工作的压力。可是对我们的社工人员来讲，这510人还是不够的。
而且很多学者专家也建议我们应该循更正式的制度化的管道，能够增补个大概1000名或1000名以上的人力。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历任的内政部长都很用心的拟定计划提上去，包括我们前任的廖部长。那么廖部长在去年他的任内其实就拟了一个修改过的4年计划，从民国99年到102年，我们打算增补大概1000多名的社工人力给各个地方。那这个计划送到主计处之后，送到行政院之后，因为财主单位对于裁员等等各方面还有一些讨论，所以到目前还没有正式核定。但是我们现在正加紧这个作业，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行政院能够顺利的核定这个方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根本的来解决社工能力不足的问题，应该会有帮助。我知道你讲得非常详细哈，悲剧已经发生了，来者已逝者可这个逝者已来者可追了哈。是。那我们亡羊补牢，希望说这种悲剧啊，不要发生的频率太频繁。你说完全以后就把它杜绝掉，不会发生，我觉得也很难呐、啊。说实在是很难。你说我们哪一年呢没有自杀的人？但一定会有。问题是说你怎么把这种几率、把这种频率降到最低？每年都降低，这个最重要。对。当然，你刚刚讲到人力的问题，这个我们承认哈、哦。可是人力的问题并不仅是存在于内政部或相关的社工人员，即使很多的单位人力都相当的不足。是的。那我是可以一个小小建议，就是说我像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警政单位、消防单位，是他们有所谓的志工嘛，不管凤凰志工啦、啊，有这个复宣队啦、义消啦、协勤单位很多，那甚至包括我们内政部署下辖的这护政单位都有志工啊，很多地方都有志工啊。是，当然这种社工的东西可能牵涉到比较这个可以专业，可以讲专业，而且呢，它的重要性动辄会牵涉到人命问题，所以可能这方面没有敢大量来启用社工。可是啊，就是说有些部分啊，做一个辅助性质哈、哦，就像我们一些替代役也好啊，像我们一些啊警察同仁也常常会用一些替代或者一些志工来做一个协助的工作哈、哦。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过渡时期，你说一下子要补到1000多人，我觉得是相当困难呐、啊。你不要说财主单位有意见了、啊，你其他单位也不公平啊。你现在说社工人员不足，那到时候发生其他问题出来了，其他人员不足，那怎么办呢？是。所以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想哦，相关的这个县市单位也好，或是甚至我们内政部是不是应该也要来启动这相关的志工，还有我们一些慈善团体很多、啊，我觉得包括你看，我们一发生这个基隆那个戏子走身的事情以后，你看所有的慈济人员，我看一下一到现场大概上百人都有哦。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很多地方一些善心人士来这个慈善团体，或是一些志工人员，其实他们很想替政府来做事，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没有去请他，他当然不会来啊。环保很多，你看环保志工多少？环保志工，据我所知，你看那个县市的话，那是不得了，可能几千万人都有啊。我的意思说，其实现在我们社会不乏善心人士，可是你善心有些时候第一个被误用，第二个有些时候你想做好事，不一定有这个管道可以做啦。所以部长，我想哦，这个要多管齐下啦。是哦，那您建议非常的好。这个要多管齐下，不然的话真的会来不及。在努力是。我跟你讲，你不要看这个事情一发生哦，你一发生你怎么知道这短时间不会再发生第二件、第三件呢？我觉得这个频率可能是相当之高的，而且这个东西常常会有所谓的那种连锁反应啊，渲染性。对，渲染性就是说，哎，你看人家这么做啊，有些这个命运相同的，他觉得、啊、我命运多舛了、啊，好像是记忆相同的，觉得好像跟他一样，好像还走这条路，好像。也好像也是不得已啊，变成一种好像可责性不相当，也不是很高，那就很糟糕了。所以部长，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个案没错，但是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个案。对，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只当这个个案检讨完就算了。我们希望做的是制度上的改变。那刚刚委员提出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警政方面，我也听过一句话：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其实，在社工方面也是一样，非常非常。政府的编制社工永远有限，但是我们社会的慈善团体以及愿意付出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呢？今年大概除了一方面增加社工能力的方案在推之外，我们也会想办法跟民间组织来做一个更紧密的结合，看看是不是可以应用民间的力量来帮忙这个社会做好社工服务的工作。还有这个危险的这个示警作用，就是说其实这社工呢要相当做好这种所谓的示警作用，就是说有那种征兆就要注意的啦，是也不要说到时候发生问题再来做一个追踪，再来做一个好像是说做一个探访，我觉得有些时候会来不及。是跟学校、跟社区，
然后跟相关的这些团体、社福团体跟相关的志工团体，我们做个配合。其实要发生这种事情，都是酝酿相当久一段时间，不是说突然想到自杀的啦，可能是半年、一年、三年、五年，他觉得生活真的是生活活不下去，才会走上这个绝路。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我觉得这前面这个我们这些事情，这个机制，我觉得也应该做一个检讨哦。所以我想请部长这方面都要做多做，我一定会去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好，很感谢委员的关心跟指教，谢谢，谢谢。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啊，我们请下这个部长。赖委员好。你好，这个今天都跟啊，刚好我们看到前几天台北市政府推出一个蛮大的消息哦，就是说要加 0.5， 然后你们再加 0.5， 可以最后可以加1哦，等于说容积率可以 double 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啊。一时啊，我的服务处啊，因为其实政府任何政策好坏哦，我们民意代表第一线的最清楚。一推出来，比如说只要比如说像昨天的电视一晚，我们服务处今天就有人打电话来，肯定的站反对的都有啊，这个基本上都会这样子的哈、啊。那这个比如发生一件大事情，吵小妹妹事情，这个马上就有那个、啊。这个事情我得到的初步的反应呢，其实是大部分的老百姓是赞成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一推出来之后，哇，题目做很大。然后老百姓似乎都鼓掌，希望能够老旧社区赶快，特别是台北市，你很清楚，台北市大同区啊，这个像这些都比较老旧了，霞啦、啊、这些啊、哦、都是这样子哈、哦。那这一些地方，我们就会容积率提高了，它有点 exciting， 可是看起来马上内政部啪一个人手就泼下去哦，这就不扣脸啊，说这个是短多长空啊，什么之类的、啊，你要不要稍微再跟我们补充一下部长啊，还是请署长一起。好，我一边请署长也上来哈、哎哦，那个然后我一边先向委员做一个原则的报告，那等一下细节要由署长来跟委员说明。其实我们看到任何地方政府如果积极愿意从事都市更新，我们都是非常鼓励的，因为台湾确实有许许多多的老旧这个住宅啊、它整个社区哦会造成这个都市发展的品质、生活品质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台北市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如果他们有意要提出什么专案，我们原则上都乐观其成。那只是说根据目前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还有都市更新建筑容积的奖励办法似乎还看不到类似我们前天所看到说立即提升两倍容积率这样的一个奖励齁，可以那么容易的就做到。这主要是因为除非是它被界定为策略性的再开发地区，否则的话一般的都市更新案依照目前的常态大概是到 1.5 倍齁的容积率就算是蛮高的齁。1.5 那我不是听说你们内政部可以什么叫奖励 0.5 不是被二了吗一样、啊、哦不是，我刚才讲的 1.5 就是原来的、啊、再加上 0.5 是你们给的。对，但因为刚刚委员讲两倍嘛，两倍的话就是原来的，然后翻一翻哦就变成是二了，那个叫做两倍。可是我说通常是一般的这种容积奖励大概是 1.3 到 1.5 左右，就最多是 1.5 对，也就是说我们多给他 0.5， 所以最多到 1.5。 这个是在，但是有一种情形例外是可以到这个二，就是原来那个法定容积的两倍，那就是除非说这个地方是策略性开发地区。我像我什么叫策略性开发，是根据这个都市更新条例，就是它必须是位于铁路及捷运400公尺的范围内，或者它必须是位于都会区的水岸港湾周边的适合高度开发的地区，或者是第三种，它必须配合重大的发展建设需要去办理都更，并且经过地方主管机关报中央核定。那么在这三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地区啊，那刚好旁边都是铁路捷运经过或者是水岸策略性开发的重点，那么即使是这些地方还要满足另外的四个条件才能够多得到那个我们刚才讲 0.5 那个额外的容积奖励，然后扣到他自己不能够给那个吗？他自己容积能够提高不行，他容积提高还是经过容积，如果要提高到一定程度，像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先提高到 1.5 左右、哦、等等，这个要经过
该县市的都市啊更新的审议委员会来过，所以市政府可以提出来，经过委员会同意，基本上可以嘛，是可以增加，就是等于说增加0.5嘛。对，然后报到你们这里，你们再奖励一下，还是加0.5嘛？是这个意思。对，那我们的奖励就是必须根据策略性才0.5，对，但是正常是0.5。除了地区是必须策略性发展地区的，还有四个条件，更新面积必须5000平方公尺以上。那我现在从报纸上看到的似乎是说，台北市政府是要2000平方公尺，所以这跟现在的法定条件有一点落差。然后呢，更新之后集中留设的公共开放空间要达到基地面积的50%以上。那这个是当然跟我们接下来所讲的那个绿建筑啦，还有这个整体规划提升环境品质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政府制定一个容积哦，它有一个总量，我们希望各个都市在发展的时候，是可以所以弹性的去用。请教部长，所以超逾这个总量，我粗浅的认知，一般老百姓的认知说，容积这个事情，容积的放宽与否，权限在地方政府，这个认知是错的。有最后还是要到你这里来，还是有部分是在中央已经定的这一个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如果有原则性规范的地方，除非修法，否则这个部分还是换言之，即便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便通过，可能也没有过，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就进入到比较细的部分，我是不是请我们署长来向我们报告这个流程？好，赖委员是这样哈，容积。该不该给哈？这有一个最大的前提，要符合公共利益的，因为容积是台北市政府当然符合公共利益啊。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大原则。那刚才我们是说，地方政府它根据我们的都市更新条例，它自己可以有一个都市更新的审议委员会，那这个审议委员会就可以决定要给它多少容积，当然。它必须要符合都市更新条例，这个是一个我们定的那个刚才部长所说明的策略性加四条件。对对对对。那现在据我了解了哈，台北市政府它是计划透过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对于细部计划去做检讨。那对于4层楼、5层楼，尤其大同区这一带比较老旧的社区，那未来要鼓励他们。整体来做一个更新，所以对于它的基础容积，如果符合台北市政府所定的条件，那台北市政府愿意再给它0.5，那就是1.5了哈。那如果这些1.5的跟做都市更新又符合刚才部长所提的那几个条件，策略加四条件，哎，对，那就是2了。这市政府，但是大同区好像不符合策略啊。不，那如果看起来没有符合0.5，但是没有符合0.5，有没有0.3？对，讨价还价一下，有没有0.3？请问有没有0.3？有吧？大龙区有0.3吧？有没有？不，我不是大龙区选出来立委啦，但是我还是关心台北市啦。大同区是这样，就台北市政府如果认为大同区的某一个区域对这个都市整个区域的发展，尤其都市这个景观公共空间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是可以，哎，他报上来，应该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所以0.5还是要到你们手上就对了。对，所以他的手上，台北市政府的手上最多增加0.5。对 对, 对，你们手上还可以增加0.5。对对对。那我要替文山区讲话了，文山区我们的房地产喽，没有，我报告委员需要大力更新。报告委员，我大同区是我举例，这个全台北市有这个情况是多可以。现在是举例文山区。啊，是是。好。是。需要吧，可以吧，哈。但是我们现在看了一个问题来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整个都更过程呢，最麻烦的就是那个所谓钉子户了。然后这个政策一来以后，钉子户更加的水涨船高了，更加难搞定了。虽然你们规定说只要住户拥有者一半以上就可以了，可是你们敢吗？但是钉子户，我们在大概2个礼拜还3个礼拜以前修的都市更新条例，是可以强力排除，就是用公权。你们没有修也可以强力排除的。问题是，我们几年前在台北市看了几个案子，就是钉子户就很难搞了。这个东西除了强力排除，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当然，他钉子户，最主要应该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啦，因为他想要多得一点。那按照规定或者是这个协议不成，那就摆在那个地方了。我请教部长或者署长了哈、一般来讲要都更哦，从头到尾哦，开始从
开始送件到核准大概多久时间？我想大概平均3年跑不掉。很长哎、欸。是。很长哎、欸。我现在给你一个题目了，你们去研究一下哦。这个要台电，这个对台湾贡献很大嘛、哦？台电现在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几乎每个选区都有这样子立委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希望电线电缆地下化。台北市除了大安区以外，我们每一个区的立委都可以讲一句话就好了，我们只要跟大安区一样就好了。什么意思？天空没电线，没电缆，没高压电塔，通通地下化。我从这几年每天在搞这个东西啊，搞得鸡飞狗跳了，这个东西很难搞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啊，我要地下化可以啊，放在我家不行啊，台电给你赞成了、啊、但是不可以放我家，变电箱不可以放我家，电线电缆不可以放我家，放什么地方都可以，不要放我家，所有都是这样子。这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台电的变电所也好，台电的什么设施也好，这一部分哦、啊、你们能不能够也来，我现在就请问部长哦、啊，能不能当作个策略性的跟思考，跟经济部怎么去讨论一下，变成你们一个特别鼓励在变电所的附近也好，台电的设施的附近也好，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奖励，他们做都更。换言之是什么？比如说我要盖个变电所，这里盖个变电所，然后呢周围的一起给他做，给他方便可以做都更，有没有这可能？是，委员这个建议很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尤其这牵涉到经济部台电哦，我会请我们营建署跟经济部。我现在就向你，就是向你们两位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台北市，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全国各地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当我们不喜欢变电箱放我们家，我们不喜欢变电所放我们家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台电比较好？台电就很痛苦啊，像过街老鼠一样。大家又需要用电，又希望不要它电电箱的设施不要放我们家。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这个主席过九分钟都好，拍谁？我们那个房价，都会区的房价过高是十大民怨之首。我想部长原来是研讨会出来的，非常注重民调，民怨应该是很重视的。啊、哦，最近我们去看了，我们去央行总裁啊。出手了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房价越打越旺、哦、其实其中有一个不需要太干预、哦、一定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就是内政部赶快责成你们的这个营建署赶快要求所有的房地产的交易资讯透明化，是价格透明化、哦、我相信就不会有侵占化了，是可以吗？是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办理之中。我也再要强再 emphasize 再强调一次，我在去年预算总预算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决议，也通过了，就是要求你们跟金管会要定期公布，在不影响隐私的情况之下，你跟区段这个地方的成交价多少？对，否则的话。这边80万，那边就喊120万，这个没道理。我觉得这一点能够做到，尽快做到。我请教部长，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向委员报告，这个案子我早在1-2个月前就已经交办下去。那我是希望3个月内，我们就把关于这样怎么做、哦、配套措施研拟出来，然后我会跟行政院报告。啊、3个月内研拟出来，大概半年内把它做起来，好不好？半年内。如果牵涉到修法，就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属于办法的部分，半年内一定可以做到。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彭少景委员，彭少景委员，彭少景委员不在，请杨立婉委员，杨立婉委员，杨立婉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内政部交通部长及各位长官，请一下部长。黄委员好，部长你好。昨天那个发生了这个二高的这个对北二高基崩塌的事情，哎，走山的问题。对，虽然是最内政部虽然在第一时间哈、哦，你也到现场哈、哦，因为消防嘛哈、哦，对，有消防，有特种搜救队，还有我们的国道公路警察局的同仁都有参与到，所以我到现场看了。有一个部分啊。应该这么说，过去营建署有重机械队，有没有？好、哦，
那个重机械队现在已经解散了，哦，撤销了，哦，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如果现在来思考一下，这个重机械队在现在如果在救灾的时候，在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些功能？首先向委员报告，昨天哦，虽然没有这个重机械队，但是这个军方六军团，派了八部非常大的那个大怪手，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大概是最精良的这个挖掘工具了。那再配合高工局自己本身的很多部的怪手，高工局就调了30部的怪手以及45部的卡车，在那边日以继夜24小时赶，然后再加上军方的，所以基本上量是够的。那现在这第一个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现场哈，这个清运的这个单位非常多，是对不对？那是负责这个总旗层的指挥的是叫毛部长吗？那个时候因为毛部长昨天去阿里山，是在嘉义阿里山公路那边视察，所以他得到讯息赶回来的路上，包括军方的交通部的高工清运人员，好，包括高工局那个现场指挥官。对，向委员报告，这个我们救灾的程序是这样，就是看它是哪一种类型灾。如果是像风灾，内政部就是主政机关；如果是属于这个交通干道上面的灾难，像这一次，那就是交通部。所以是毛部长是指定高工局局长在现场担任指挥官。我们所有不管是警察啦、消防啦，或者是军队，都统一由高工局来调配。我之所以刚刚会这样问，其实是觉得说，其实过去营建署的这个重机械队，它也有它一定的功能啊。当然，随着这个组织在调整，尤其面临101年的这个行政院的组织调整哈，很多部会、很多单位都要有一些调整了哈。在现实现地哈，如果说在要思考哈，把这个重机械队或者同样功能的单位再组成，是似乎是跟这个内政部的组织哈，或者说将来行政院的组织规划会有所不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救灾的功能，我们好像我们现在的特搜队都是着重在这个比较轻装哈，而且比较就是说啊，当然他们的本身的体能呢是都有一些要求，但是比较重装的这一类的哈，重型机械的。现在内政部的这您过去也在研考会，现在行政院的这个规划都是分散在各个其他的单位，是不是？还是怎样？是我想详细的请是不是请这个叶署长来向委员报告？尤其重机械队这一部分我比较不熟悉。那么营建署的这个组织改造之后，基本上分成三个方向去，包括交通及建设部，包括环境资源部的那个国家公园，以及一部分留在我们内政部国土规划。我现在请署长来向您报告。是，报告委员，那个重机械队啊，原来当然它是属于驻都局，那驻都局并到营建署以后，因为组织精简的关系，所以重机械队这一部分就裁撤掉了。那裁撤掉人员就并到署本部来，然后那一些机械陆续就处理掉了，所以重机械队现在是不存在的。对，那当然它以前是确实发挥了一些功能哈。那营建署未来在组织再造里面，营建署这个单位是消失的，也就是说未来是营建署就没有了。那就是比如说原来驻都局这一部分完全就是实际在做工程，包括道路包括盖房子这一些实际在做工程这边就没了，就改成发包而已。没有，就直接到交通，未来交通部叫做交通建设部。是，那就直接到交通建设部去的建设部门。哎，对，直接到交通建设部。那、okay. 还留在内政部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国土管理署，也就是原来署本部的6个组，包括再加上城乡分署，然后再加上现在地政司的土地重划工程处啊。那国家公园就完全就直接到环境部去了哈、啊。下水道也是到环境部去了。是。那换句话说，整个架构哈、啊，大致上是这样，跟我说明。是，如果说这个从昨天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天灾的情形来看哈、啊，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其实第一时间总统去、院长去啊，主要是宣示说政府的对这个事情的重视跟关心，但实际上，这个救灾进度的掌握跟这个开挖人力哈、物力的这个调度哈、还是现场的指挥官比较重要了。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我们当然希望说，有人说20天，有人说2个礼拜，不管如何，我们还希望说尽快能够开挖。但是总是刚刚我们会觉得说啊，如果人家总是学部长，您刚刚觉得说现场那么多机具也应该够了啊，应该你看不管是30步、40步或多少，可是你知道是南北双向了哈，南北双向的这个道路啊，那一边的道路就至少3个车道，再加上中间哈，那个断面的算也100-200公尺宽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相当大的工程，我们总是希望说尽快能够做。那回到今天的这个都更条例的部分，其实都市更新这个概念早就有，但是事实上比较具体的案例的施作感觉是近几年比较多一些，因为尤其都市发展已经找不到新的土地了，就开始想说啊，我们这个老的这个社区啦或建物啊，能够透过都更的程序能够再找出地来。那营建署前一阵子哈，内政部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所称的这个拉皮的这个工程。你对老旧的社区，如果他做过拉皮，好，或者老旧的建物拉皮，然后如果他又在做都，如果做都更了哈，譬如同样，那这样拉皮的工作不就是资源的虚值浪费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我想这应该是本来是并不。说是两件事，投资在同一个，但是重复投资在同一个建物或者一个社区上，坦白讲，就会让人家觉得，哎，这不是刚拉完皮，在几个礼拜啊、哦，不是几个礼拜，几个月或一两年、两三年，又要做都更，又要敲掉了。这个实务上，营业组会不会有所规划？跟委员报告，都更因为它有一定规模以上，比如说面积哈、哦，面积它是有规定的。换句话说，都更它是一个区域的哈。简而言之，你们会不会让这个做过拉皮的社区在几年内不会不会，他要做都更的时候，你们就会把它推迟掉。我们那个拉皮，它这个建筑要20年以上，那如果是民间是补助50%，他自己要负担50%。是，换句话说，他自己还是要负担经费的。对。那如果公有建筑物是100%补助了，对。那其实拉皮我们现在做了今年第二年啊，是，其实功效是蛮大的，因为你花的钱不多，但是整个建筑物它可以景观上，对，观感上它是可以改善。那除了跟都更有关系，除了拉皮以外，还有一个骑楼整平，现在也正在做。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在那么多拉皮、骑楼整平的工作做完之后，如果这个社区突然跟你申请说我要都更，你同不同意啊？你会不会同意？或在若干年内，你会比较倾向于就把他的都更案推迟一下？因为你如果说你花了几百万。上千，当然社区也出一部分了、啊，但相对于它土地跟建物的这个利用的价值啊来讲啊，这几百万坦白讲，这个对于这个社区的人，他们在均摊，每户摊不了几万块钱啊。可是对国家资源，我相对我也投入这么多，结果你要拉皮把不你要都更把它敲掉了，我们会觉得纳税人钱这样花是不好的。谢谢委员的提醒啊，这一步我们导师还没有考虑的那么周详。将来在实务上想出一个，以免哦，对，哪天媒体又报了啊，才做了花了多少钱，几百万上千万又弄掉，这样子坦白讲会让这个社会上的观感有一些负面，是，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署长，谢谢委员提醒。接下来我们请林昌明委员不在，请杨琼英委员不在，请郭隆中。好，哦，没有关系，请郭隆中委员不在，请郑经理委员不在，请蒋乃清委员。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和署长。蒋委员早，还有部长早，还有署长早，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今天的这个修正条文啊，照原来条文第10条哈，这个划定的这个应实施的更新地区，其土地及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啊，以及自行组织更新团体实施该地区之都市更新事业，或委托都市更新事业机构为实施前，实施者实施。
所以基本上依照现行条文来讲，应该有三个对象是可以依照都市更新条文第十条来办理都市更新的。一个就是土地及合法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一个就是自行组织更新团体，对，另外一个就是委托都市更新事业机关是机构来做实施者。 对，那如果今天照这个修正条文来讲的话呢，就是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准的都市更新团体或都市更新事业机构，也就是说把土地及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排除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跟委员报告，土地跟建物的所有权人并没有排除，而是说土地或者建物的所有权人他去组一个都市更新团体。对，以前是不要组，不是，以前是个人，因为没有写得很清楚了哈，没有写得很清楚。跟委员报告，之所以会有这些修正，就在这个实务上了。以前发生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某一个个人对于都市更新地区去买了一个十分之一的土地，那他就掌握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完全不动。那完全不动的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一定有很多一些问题在那边，所以我们才本来都是更新，我们就希望它是一个团体跟机构，所以就是说自己组。那你要多少土地，要多少人才能够组成一个团体？现在是这样，或者是土地的尺寸有多少人？是这样哦，以土地面积的，以土地面，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是因为你第三项并没有修正的呀。这个第十条的第三项没有修正的，没有。对，第三项就是说，你土地所有权人，如果你拿到十分之一的话，你就可以嘛，对不对？是。所以，如果是按照第二项，你把土地和合法人排除掉的话，合法建物排除掉的话，也就是说，今天我假如我有土地，我找了三四个，大家合起来变成十分之一，他可以组团体，对不对？组团体嘛，对，对不对？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不能组团体了吗？不行。为什么？我们对一个人是。就是单独一个人是排除的，单独一个人如果他有十分之一的是不可以的，如果有三个人合起来是有十分之一的话是可以的，对，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多土地的人是不可以的，少土地的人是可以的。不是这样，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是这样子吧。一个人如果他有十分之一的话是不可以嘛，可是三个人他合起来有十分之一是可以的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可以讲哈，是这样的，都市更新是我们是希望这个区域有一个合作的机制在这边了。我就跟委员报告，刚才委员举的这个例子确实是对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持有十分之一，他是因为单独个人，如果以现在修过的条例是不行的，不可以。如果那几个人以上才可以，就是我们你所谓的团体是多少个人以上才可以？他只要是团体就可以。不，多少个人以上才能叫团体吧？七个人。但七个人才能够团体。如果今天有三个人，他合着十分之一也不可以，一定要七个才能算团体。那你七个人怎么定义出来叫团体？三人以上就可以开会了。那个委员，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以？不是，我们组长，这个问题很大呀、啊。如果今天是七个人以上拥有十分之一的才可以。说明一下那个。七个人是参考那个社团法人的啊，这都不对啦。那你为什么不参考会议规范呢？社团会议规范三个人就可以开会了。不，那个三个人以上哈，以下了哈，那个是叫做个人实施。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啊，所以你现在是排除个人实施嘛？你所以你只能用团体实施嘛？对不对？啊，团体还要必须七个以上才叫团体嘛？对，五个人也不叫团体嘛？六个也不叫团体，七个才叫团体嘛？然后你是要用社团法人来做嘛？对不对？团体怎么可以用社团法人来做呢？他又不是社团法人。因为法律授权，我们定那个团体的设立办法。好，我不用这个时间来跟你辩论，好吧？社团法，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那至于修法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吧？至于我觉得七个人是不合理的了。如果你说是要防止大地主一个人用都市更新的方式把它卡住，你说一个人不可以，那大家还可以思考。如果要七个以上的人才能够组成一个团体，才能够办理都市更新，会有问题的。那我再想请教一下部长啊，七的以上是现行条文里面的数字。这个问题我先不谈了，好吧？台北市要办理都市更新啊，最近报纸上登了，对啊，这个是三十零以上的老旧的房子，四层到五层的话，它可以有两倍的容积的奖励，或者是照原容积的 1.5 倍，是啊。那我看到报纸说内政部不同意，是不是？嗯，
我想精确的来讲，并不是说不同意，是提醒地方政府，就是关于这一个都市更新条例里面的一些规定。好，那么目前台北市政府所提的这个方案，如果有跟这些规定不尽符合的地方，我们等于提醒注意这样。反过来讲的话，因为台北市依照目前来讲，它是用都市计划的方式来处理，是，所以都市计划依照二级省二审制的话，是台北市政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通过的话，要报到还是报内政部的主管机关核准，对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不会同意，是不是这个意思？内政部会按照这个对不起，都市更新条例的立法精神，还有那几条相关条文的规定来审慎的审议。那如果台北市修改它的土地使用分区，你同意不同意？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啊、要看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今天因为这个是可以在这种有三种方式来处理嘛，是一个是都市更新本身处理嘛、嗯、一个是用都市计划来处理嘛、嗯、一个是用土地使用分区来处理嘛，因为容积建蔽是在土地使用分区规定嘛、嗯、哼，所以一般来讲都用土地使用分区管理规则，你住三容积率多少，建蔽率多少，对，你住四容积建蔽多少，商三多少，商二多少，对不对？那一个就是用都市计划来指定，说我这个地区，我不管你是用都市更新还是不是都市更新，如果我这个地方的容积建蔽率，我用都市计划的方式来指定，一个就是用都市更新的方式来处理，按照都市更新条例。那如果你今天您这不同意，那我台北市我就修改我的台北市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针对管制规则里面有关譬如住山建蔽45容积225，我在这个里面就规定四五楼的老旧的房子30年以上的，我就给它容积200%，跟我不要报到你内政部来呀、啊、这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啊，那条反对吗？向委员报告啊、我目前所知道的并台北市政府并不是用土地分区变更的方式。如果你今天要反对台北市政府的话，那台北市政府他可以用修正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只要经过台北市议会通过就好了，根本不要报到你地方来。报告，我们并不是说反对台北市政府。第二个，这样讲，台北市有多少4层5层的老旧房屋？它民国大部分都在民国60年或者民国50几年盖的，避震系数只有4.多5级，这地震不到。如果台北市发生一个5级的大地震，你不让那些老旧房子改建。如果发生一个5级大建，这些全垮的话，内政部负责任是不是？哦，向委员报告，这里面千万不要有两个误解，就是说，第一个误解说我们去反对台北市政府的都市更新计划。事实上，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是对各地方政府努力来从事都市更新、改善生活品质，我们都是赞成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反对现在的老旧房屋能够透过都市更新或其他手段获得更新，包括提升它的避震系数。或者是它的绿地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那如果你不给他容积奖励的话，请问这些老旧房屋怎么改建？我现在假设是30平的老旧的公共设不老旧的房子，30平它是没有公共设施的。如果我完全改建完了，给他一个30平的房子，它有1/3是公共设施。是。第二个来讲，我现在30平，改建完了以后，我只剩下20平。嗯哼。依照现行的容积建蔽。跟当时的容积建蔽，我只剩20平，20平再去掉7平的这个公共设施，我只有14平。我原来30平的房子，现在只有14平，改建意愿会高吗？没有人改建的。像我，那没有人改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你再限制，你再不同意用都市更新的方式来处理，因为现在依照现行的都市更新，你150%奖励50%嘛。可是平均起来，在台北市，你知道真正能够获得奖励的是多少？10%多少？奖励他50%，他真正能够得到奖励的10%多少？你知道吗？可能是30%左右吧。30都算高的了。嗯。平均起来大概25%左右。嗯哼。所以奖励50%，实质拿的25%，所以你今天奖励的200都未必能够拿到150。为什么？因为。都市更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细项奖励的项目，哪些符合这个绿建筑10%多少，美化都市奖多少，什么样情况下奖励多少，所以依照现行的来讲，你50%他也只能拿到25%。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再限制他吗？哦，你要说在依照我们都市更新条例捷运多少公尺范围内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200，
我觉得部长啊，应该跟台北市沟通一下嘛，了解一下嘛，要帮助地方嘛，不是说是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想出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就反对，完全要都市更新条例来做。说实在，台北市不理你的话也可以啊，只要台北市议会通过地修正那个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就可以提高容积。内政部的行政办法，它是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必须依法来行政。那如果说我们各位委员也同意啊、哦，对于这个特定策略的这个再开发地区的限制条件想要放宽的话，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当然是依照这一部条例来依法行政。那至于说委员刚刚所一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去反对真的要趁这个机会向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绝对不会随便去反对啊、哦。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提醒的事情而已，那就是说容积奖励哦，它最后产生的结果，我们希望仍然是有助于整个都市品质的提升，对、啊，包括公园绿地、教育等等这一些，在给予两倍的容积之后，造成如果说户数增加之后的那个相应的一些配套措施，我们希望也能够做好，这样才不会说户数增加了，因为生活品质下降。依照台北市都市更新的话，因为现在很多老旧的巷弄只有4米5米，对，对不对？它都市更新中间还有一个，你自动退缩1米5公1米5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奖励嘛？是，对不对？对，所以原来你不更新的话，不用都市更新的话，你巷弄4米5就是4米5，5米就是5米，6米就是6米，两边一停车以后，中间消防车都过不去了。你可以用都市更新奖励他各自退缩1.5公尺，就变成5米的话就剩8米了，6米的话就变成9米的巷道了，这对都市安全也有很大的帮助嘛。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方面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从都市更新条例说你这样的话没有达到那个我就不同意你，然后市政府你就寻都市计划上来，我也不同意你，都市更新也不同意，都市计划也不同意，那你逼着市政府修改土地使用分区嘛？土地使用分区经过议会通过的话，还不是一样，根本就不要理你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讲说，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上来计划会不同意，我根本没有这样。从这个联合报的，从联合报的这一块来讲，感觉上我们内政部是反对的。另外呢，就是从你刚才的答复，说是要按照都市更新条例，如果按照都市更新条例，某些从地方也不够。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方政府想要更新，想要让民众能够有居住安全的品质，结果我们内政部说不同意，那这样的话你叫地方政府怎么去做呢？不是，向委员再次强调，如果说有配合重大发展建设需要来办理都市更新，地方主管机关报中央主管机关，它经过核定就完成了这个法定程序，所以都市更新条例并不是无法重大建设还要经过你来认定什么叫重大建设，什么叫不叫重大建设？4层5层30年的老旧以上的房子改建，对整个都市来讲不是要重大吗？对整个都市的安全不是要重大吗？4级5级的防避震系数，你给它提升到现在的6级。不叫重大吗？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叫重大吗？包括我们这一些在现有的机制里面都有。赵主席已经站起来了，我就不好意思耽误太多时间了，拜托部长跟署长，好不好？因地而制宜，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想法，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需求，尤其市民的安全、生命财产的安全最重要。真的，哪一天台北市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的时候，4层楼、5层楼的房子全部垮掉，那到了时候死伤多少人？所以拜托不要为反对而反对，给我们感觉是这样子的哈，协助地方政府改建好不好？是，我们一定会跟台北市政府妥善的沟通，请委员放心，好，我们不会没有理由是所谓的为反对而反对，这不是我们内政部做事的态度，请委员放心。谢谢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杨琼，请林正奥委员，林正奥委员，林正奥委员不在，请李学章委员，李学章委员，李学章委员不在，请曹浩忠委员，曹浩忠委员，曹浩忠委员不在。等一下，等一下哈，刘胜良委员，刘胜良委员，刘胜良委员不在，请卢嘉诚委员，卢嘉诚委员，卢嘉诚委员不在，请郭树春委员，郭树春委员，郭树春委员不在，请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请。潘伟刚委员，潘伟刚委员，潘伟刚委员不在，请江一雄委员，江一雄委员，江一雄委员不在，请赖坤成委员，赖坤成委员，赖坤成委员不在，请吴清祖委员，吴清祖委员，吴清祖委员不在，请何彩旺委员，何彩旺委员，何彩旺委员不在，请陈杰委员，陈杰委员，陈杰委员不在，请李洪金委员，李洪金委员，李洪金委员不在，请潘孟安委员，潘孟安委员，潘孟安委员不在，请林淑芬委员。
主席，大家好，是不是请我们部长？林委员好。部长，我想我们今天立法院呢，有委员提出这个修正案呢，本席表示非常大大的不同意啊。这个排除了这个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权人能够自主这个更新团队，你把它限缩成一定要七人不可，不能一人。即便他拥有超过十分之一的这个土地，那如果他有二分之一的土地，这个也不行，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并进来。这个东西哦，我们觉得不能够忍受，是人民的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财产的处分权是自主的。这个东西你们在修正这个条文的时候，我想啊，行政部门一定要将所有的法律啊，人民的权益义务要搞清楚。所以呢，今天修正将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权人的权益给拿掉，换成啊一定非组成团体不可，然后换成啊都市更新事业机构，第一个换成盈利事业单位，第二个换成啊要纳入更多的人口来让这个自主的更新团体破局，便宜了建商。我等于说啊，这个阴谋就是在这里啦。第二个我想再谈，就是说都更都更都更的本质是要做什么？部长，除了说地震来赶快都更以外，都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台湾到60年代开始就讲都更，实施到现在，本来啊我们还想说最大的改变要对公共空间要改变，要提升生活品质，好，要加速新建公共建设。现在的都更变什么？现在的都更变成啊促进房地产开发的都市再生啊，变成房地产开发啊，本末倒置啊。部长，我们今天看所有都更案，你们部里面营建署里面看都更案申请最多的是哪里？哪一个行政区？部长，都更案最多的案子哪里最多？中山、大安、信义。它是不是房价最高的地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地方。它就是全台湾最高的地方了啦，平均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了啦。今天都更啊集中在政策资源最多的台北市，然后公共设施最好，违背了都更的价值啊，然后翻修中古屋变成借口和理由，变成追求更高的什么房价，除了原住户以外其他就是兜售高级住宅啊。然后呢，你叫我们去住平民住宅，盖在哪里？盖在林口，盖在淡水。所以啊，当你都更完成的时候，部长，您认为在大安，在你刚刚讲的都更案最多的地方，一般的社经阶级、中产阶级好了，买得起那里吗？你买得起那里吗，部长？都更以后新的房子你买得起吗？你先回答我。向委员报告，我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问你的是，你不要答非所问，你说你个人有没有能力可以在大安文山区大安区买一栋都更后的住宅，你有没有能力？一坪80万，你有没有能力？向委员报告，如果您讲了一坪80万的房子的话，我是没有能力。一坪50万可不可以？有没有？如果累积再努力个几年可以试看看，但如果说30万以下的话，或20万以下的话，20万、30万以下你可以有能力，50万的话你再努力个几年就可以把现在的房子卖掉。我告诉你我自己哦，20万哦，我自己都不敢买。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世代的人。我现在告诉你说，无可官僚在喊没有房子，然后你还选择让我们去林口通勤40分钟、50分钟，新建平价住宅，那就罢了。都更里面都虽然是你们主管，可是这个里面牵扯到国有财产局的土地，这个里面啊，当建商啊在3月12号拜会吴敦义院长，还请求要基林地合并及都市更新不要停止，行政院啊便宜行事哦，替建商要留小门，所以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很取巧啊，我们要讲的是高房价政策，
建商啊，炒楼、炒房，炒到人民买不起。然后呢，他说我们要盖在林口，林口当然好，林口不会冲击到任何建商，除了远雄，他本来就卖不出去。如果平价住宅盖到台北市才是人民的需要，平价住宅盖到台北县才是人民的需要，可是那会冲击到建商，结果建商就是我们院长啊、总统啊选举的时候政治现金第一名的啦，所以大家都不敢冲击到建商的这个利益啊，选择在淡水和这个林口。我们哦，时有耳闻啊，让售的都更里面最惨的这个让售国有土地里面啊，这么多在文山区让售了多少钱？让售了10万8万千万，2亿多。信义区让售了1亿多，四处在中正区让售了5亿多。国有土地这样子让售，然后啊，贱卖国有财产，图利财团啊，国有财产局包括副局长啊，数位啊，通通到被起诉、被告。部长，您可不可以同意啊？应该在政策上极力争取，都会区闲置的国有土地应该优先来兴建社会住宅，而不是去贱卖国有土地，然后把中产阶级、把年轻人赶到林口去啊！您同不同意？向委员报告，都会区的国有土地哈、如何这个统筹应用，是属于财政部国有财产局的权责，所以我在这里比较不方便就我不熟悉的业务来回答。但是不管是哪一边的土地，我想社会各界也确实都有希望我们盖平价住宅或者社会住宅。您同不同意平价住宅应该在台北市和台北县也应该要？我想在台北市跟台北县是应该市区里面应该要去照顾到，而不是把穷人、把受薪阶级赶到边缘去，您同不同意？这一点原则我们是同意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寻觅的这个能够新建平价住宅的地区，不会说都只是在台北市县以外的地区。那我们啊，都更的方向还一直朝向所谓的简化都更程序，让财团更便宜行事，本来人民还可以来自办都更，所有土地所有权人，现在这个法要把拿人民这个和土地所有权人、合法建物所有权人要排除，然后呢，让这个建商啦，哈，所谓的更新团体不容易组成的更新团体，其实最后就只有建商了，哈，然后来取得这个都更的主导权，然后你们又简化这么多的行政程序，让财团便宜行事啊。所以啊，都更条例第25(1)(1)，以协议合建方式实施都市更新事业，未能依前条第一项取得全体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权人同意者，经得经啊更新单位单元啊范围内私有土地总面积之私有合法建筑物总楼板地，总楼地板面积均超过1/4的同意，就达成合建协议，以协议合建方式实施之啊。我要讲的是哦，这一种东西对人民的，如果我们是那个被都更而不同意的人，那个设身处地去想一想。所以啊，对不愿意参加的人，然后不愿意参加合建的土地及合法建筑者，得以权利变换方式实施之，或由实施者协议架构，协议不成立，得由实施者检具协议合建及协议架构之条件、协议过程等相关文件，按征收补偿金额预缴承买价款申请征收后，让售与实施者。这个东西哦，我刚刚讲设身处地啊，如果换成你家被人家这样子，那政府的角色在哪里？法律要服务谁？我们现在讲，不管都更这个法或所有的修正案，我们讲是法律的服务对象，是要服务人民还是服务财团？政府的角色，当你在制定这个行政程序，你要简化再简化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人民还是建商？那都更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公权力强行介入，协助强制征收，这个东西有没有违反这个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的精神呢？部长，您觉得呢？
向委员报告，刚刚委员所讲到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我们完全同意的，就是说法律的这个立法意旨是要保障人民，而不是保障任何阶级等等哦。那就都更来讲，其实我们一直是认为说，都市更新能够改善都市的这个生活品质，促进整体发展，这一点其实对人民是有帮助的。你讲的这个很抽象啊。那另外一方面，促进发展，改善品质，改善谁的品质？建商的品质，让他们可以盖新大楼，然后再卖钱。因为台北市没有地了，都更犯最多就台北市。促进发展是建商的发展，还是人民的发展？向委员报告，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样的截然二分哦，好像有一群人叫建商，有一群人叫做人民。我现在问你的是，受薪阶级买得起吗？你不能说啊、哎，住在那里的人，他们本来就住在那，他们可以换好房子。就是试图要你们现在唯一的正当性叫做说我帮你改建以后让你住新房子啊，只有这一条哦，让你们可以据理力争。我们讲都更的本质不只是在于换新房子。我们要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是的，是要公共设施，是要所有的这个建蔽率、容积率是要受控制的。我们要的是一个看得到天、看得到地、有公共空间的。而今天呢、啊，你们透过各种简化程序，透过各种容积的这个奖励，我刚刚都还没有讲那个容积奖励的滥发。这个也不容我多说，台北市已经这么多，元大各个地方大家都有明确的市政可以看，所以这个事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部长，今天修法不能再宽松，再宽松，人民的财产权、自主处分权应该再严谨、再严谨，而不是宽松再宽松啊。当然了、啊，今天立法委员啊提这种修正案啊，包括立委哦、啊、服务的对象，立委自身经营的事业哦、啊，可能有些立委也听不下去了。他们呢、啊、做的家族事业可能就是建商啊居多了，或是投资啊居多了。可是人民啊何其无辜啊，人为刀俎啊，立法院立委可以提这样的法案，人民为鱼肉啦。所以不是说什么再放松再简化，请我回去慎思啊，谢谢。谢谢委员指教。啊，这个接下来，在场还有郭龙庄委员哈、哦，你要不要发言？啊，那我们让郭龙庄委员发言哈、哦，啊，计时五分钟。主席，我们江部长还有叶署长哈、哦，内政部各位官员哈、哦，主席有请我们江部长。郭委员好，部长好，部长跟署长哈，我要请问哈，我们现在在实施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哈，现阶段哈，有没有部长有没有做过一个统计？这个是各县市政府申报上来的，对不对哈？是不是各县市政府为主办单位？对，大部分是各县市，但是部分也有中央来主动规划的。好，那请问哈，我想这个数据可能署长比较清楚哈。署长，你一共接收了多少个案子都市更新条例？现在是这样，跟委员报告，现在当然，最多的都集中在台北市、台北县。那刚才部长报告过，台北市、台北县这个是私人自办或者是委托建商。那政府自办也有，那我们有六大指标案，现在正在进行有20个案子。那至于台北市县到底现在有多少案子，我可不可以，我同仁手上有资料，是不是可以跟委员？如果好，没关系，会后你提供给我参考。好，署长你请坐哈。部长，我现在要就本席所了解的，因为我接受过很多的陈情案，那个在921之后，是921之后，台北市政府他判定哈，过去他是红飘跟什么蓝黄飘，跟921我们台湾的省政府的是不一样的哈、嗯。那时候各县市政府是用全岛或半岛嘛、嗯，结果这个不能比照的时候，产生很多的影响、嗯，所以在台北市哈那么多大楼里面，现在有很多栋是涉及危楼，但是又达不到这一个重建的这个标准啊，不适用921的标准。那么他只要走过重新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但是都市更新条例，我请教部长哈，都市更新条例
这个业主哈、地主就是他的同意，是不是要百分之百？不是，不是啊、是这个反而是比较宽松的哈、但是啊，牵涉到如果里面有几个地主不肯的时候哈、这整个大楼就变成废墟了，哈、所以这个本席今天要在这里告诉我们部长，当然我刚刚有听我们有委员提到，就是说整个人民的财产不能沦为这个财团炒作的一个牺牲品哈、但是很重要的，哎，这个都市更新条例它的美意，它立法的精神就是使我们的都市哈、展现新的风貌啊，更重要的就是那一些危险旧有的大楼不能产生有危这个啊危害到这个其他住户的安全的。那现在哈、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不仅台北市哦，各县市政府主管的大家都不管了、就是适用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以后，有的委员认为是条件应该越严格，有的越宽松，但是现在如果严格下去之后，就是整个大楼都是废墟啊、整个大楼轮在那边哈、就是牵涉到几个人不肯以后啊、这个不肯签同意书之后，整个大楼是在那边搁置着啊、要缴管理费没有人缴，然后有的人不敢住又去其他地方又租房子，这造成两方面的损失啦、所以我今天讲的意思也是我认为啊，都市更新条例、应该就它的立法精神、使我们的都市产生一种新的风貌。我们现在看台北市、我们如果坐飞机或者坐现在、坐捷运从居高临下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破破旧旧的这一些社区，也常常这个影响到政府的这个形象，对不对？哈、台湾哈、这么这台湾这个人民的物价指数哈、这个生活水准都那么高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还有很危险的地方哈、所以我在这个法律修正的时候，老实讲，我是完全同意说应该哈、这个越宽松越好。啊、使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真的产生它一定的效果，啊、这样子。那现在哈、我要的那个资料，我请啊我们这个营建署会后能够提供给我参考，因为有很多人跟我申请，现在很多的大楼是闲置在那边，管理费没有人缴，然后又不敢住，变成治安的一个死角，不仅仅影响到这个市容的观瞻，也造成这个治安事件，好不好？是啊、所以部长，我是同意这样的做法了啊、在这里跟你做个明确的表示。是，感谢委员指教，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陈杰委员发言啊。好，谢谢。那帮我恭请一下江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因为今天讨论的是有关于都市更新条例了哈，那当然本席也非常关心这个议题哈，因为从前几天有关于那个报章杂志媒体里面有报道台北市政府好市长哈、他为了体察民意，关心市民，那所以说有关于他容积的这个部分哈，就变成一加一等于二了哈。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是感到非常不解哈、那当然依照本席所了解，法令上的规定好像是一般的地方政府它的权限哈、只能够加 0.5 对不对？那他既然已经放出这么利多的一个消息，那我现在要了解就是说内政部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向委员报告，这件案子我想在这两天社会大众都很关心哦。那我们当然内政部是依法行政，所以我们会提醒台北市政府在进行这个都市更新的方案的时候，要另外注意到现行的法令里面的一些规范。是，所以在今天一早我有向委员报告说要提升到两倍，就加另外这个一哦，它必须符合策略性再开发地区的这种认定。是，那策略性再开发地区呢，是必须向位于铁道及捷运400公尺范围内，或者是都会区的水岸、港湾等这种适合再开发地区。
那另外就是，除非都市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个这个重大发展建设的专案，然后报请中央来核准。那如果是属于这三种情形，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考虑是不是给他们到这个两倍的这个容积率的奖励。但这里面我们特别提醒，就是说更新的单元如果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必须是5000平方公尺以上，然后这个留存的公共开放空间的基地面积必须达到50%以上，以及绿建筑的标准等等。那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些因素台北市政府应该都已经照顾到，但有一些如果说跟现行的法规还是有出入的地方，可能在他们拟定这个细部计划，甚至报请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过程里面，我想慢慢的都会把它修正的比较更合乎规范。好，谢谢。那依照本局所了解，应该是郝市长他本身也体察民意哈。是的。那一方面也关心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哈。是。当然我们是给予正面的肯定的哈。那刚刚那个部长可能针对法的部分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哈。那当然本席也借用这个机会要建议我们内政部这一边、包括营建署、应该跟台北市政府这边来做一个沟通，是有的，其实那尽量来协助他来处理有关于要如何让他能够1+1=2啦，是，所以容积率他能够提升的话，当然应该是对市民是有帮助的啦、但是我本席一直在觉得非常奇怪以及感到非常的质疑，就是说因为他最主要的这个措施是不是这个政策、是不是为了要所谓的让房地产不会继续在飙涨啊、那是他我想政府市政府这一边宣称的目的之一，包括这个，我想他讲到就是说4-5层的这个30年龄以上的老旧公寓的更新，这是为了安全的理由，然后另外呢也是为了在这一波打压房地产的这个风潮之中，他们能够有所贡献啊、我所看到的是这一些理由都有提到。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报纸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我在想说，郝市长大概是为了哈、要抑制这个房价继续飙涨了、是，因为事实上台北市的房子真的是贵得非常离谱了、我相信我们县长每一位哈、买得起所谓的一些高级住宅区的应该都没有了哈、那当然这一点的话，可能他本身要选定所谓的1+1=2的这个区块哈、当然我也拜托内政部这边哈、可能要稍微做一个思考了哈、是，当然就是他的利益。非常好，是希望能够抑制房地产继续飙涨。是，但是假如说在金华地区的话，会不会助长房地产继续飙涨？所以这一点呢，也必须要去思考。是，这一点我们这两天已经有看到许多的这个都发学者跟专家，还有相关的业者都有提供一些意见出来的。那我们还在研判之中，因为这是一个过去没有提到的议题啊、有人认为是可以多少达到这个抑制房价作用，有人认为说不定会反向助长了房价，所以我想我们确实是大家都还要共同在思考观察一段时间。好，谢谢。那也拜托我们内政部这边能够跟台北市政府这一边会一定会的，大家多多的沟通了、沟通集思广益了哈。是，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哎，那好像是有关于都市更新这个区块哈、我发觉好像是大都会城市非常积极在办理啊、包括台北市是。台北县未来的新北市哈，还有台中市这个部分呢哈，但是一般所谓的，包括有中南部地区有很多的县市，好像是大家兴趣缺缺的哈。那这个情况之下，站在内政部或者营建署的立场上，要如何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县市政府，希望能够促成所谓的都市更新，让都市能够更积极的发展。是，像委员简单的报告哈，其实。在我们今年所中央主动去推动的6个指标性计划里面，除了台北大都会区之外，我们也包括像基隆的这个火车站、新竹火车站、嘉义火车站等，这几个就是中央在算是说协助并且督促地方政府来办。那当然我们关心的不会是说只有火车站附近啦、还有一些不管是像省辖县里面的一些集中地区也能够做一些更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这些示范计划的成功，然后能导引地方政府比较积极的来推动非大都会地区的。好，谢谢。那我肯定内政部跟营建署的努力了。谢谢。当然我本身是来自彰化了。是的。那我也借用这个机会拜托了。没问题。拜托彰化的都市更新也跟我们关心一下。是是。那当然包括就是说看是不是能够比照台北市能够1+1=2了。那当然这个对整个彰化来讲也算是一个利多消息了。但现在目前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有一些地方首长他可能对于所谓的都市更新的这个区块有的不是非常热衷了哈，当然有的是非常热衷，他站在全民利益上做一个思考，但是有的假如说
他本身有一己之私，他故意要来妨害都市更新，妨碍都市的发展。这个情况之下，我也建议我们内政部还有营建署这边要拿出你们的魄力了，要拿出你们的魄力了，不然我一直直接哈，干脆有关于中央都市更新计划委员会哈，应该干脆把它废掉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所以这一点我本席感到非常的担忧的哈。是。那当然，我也继续在关注这个议题。那当然也希望我们内政部营建署这边要有积极的作为了哈。当然，江部长的努力，还有我们署长努力，还有我们那个陈处长，他们也非常关心哈。当然也希望这个机会，除了表示肯定之外，还拜托，希望能够非常公平有效的，让我们整个台湾各地所有的都市更新都市计划都能够获得一般普遍老百姓的支持了，尤其请多多关心彰化县，谢谢。一定，谢谢，谢谢委员。啊，请刘胜亮委员。主席、江部长、叶署长以及内政部各位官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现在请部长。刘委员好，部长好。现在都市更新了，可以说如火如荼啊。是。各地区都是在进行，但是也大部分都是大都市区内的。嗯哼。甚至大多数区内的比较偏远地区啊，也是不行的、啊。所以房价高的地方就是比较特殊的地区，像社子地区啊，台北社子地区啊，无人会去啊。我向委员报告，我们院长也去过社子岛地区、啊。我是参考了哈，我是讲给你参考。是。像新店来讲，安康地区啊，就有些现在还十几万呢、啊，有些现在五六十万呢、啊。板桥也是一样啊。有些现在六七八十万了、啊，那有些地区现在二十万都没有人买，是不是？是新房子了，哦，所以这个现在抑制高房价，啊，到底怎么抑制法？它有特殊性，啊，特殊性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啊，谈都市更新了、啊，像都市更新也是一样啊，比较乡间、比较偏远地区没有人要做的、啊，因为他卖的房子不顾成本了、啊，都市更新企业也不顾成本。所以大部分都是比较精华地区，那现在这个要怎么去做呢？哈，由土地或合法建物所有权人啊，去自己组织，或是另有公司来替他们代办啊，这个更新啊，这都可以了，只要做得成就好了。啊，做得成，符合都市更新的一个相关法令啊规定，将这个地方改造啊，那么是当然有建商他们的一种商机，但是也有他们这个住的人的一种权益啊，能够增值啊，能够那些。刚才陈杰委员所说的台北市啊，这几天都是发布说为了促进更新的一个发展啊，那么现在这个坪数加一倍怎么加法啊，要这个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呢、啊，不能随便说加一倍就加一倍啊，这好像不太负责任的一个讲法啊，是不是怎么加倍？你有没有了解台北市要怎么做嘛？我们主要是也是一样，透过报纸媒体哈、哦、所看到的一些说法。那另外在过去这两天，台北市政府有相关单位跟我们营建署也在电话上联系了，那我们安排在这个礼拜啊、哦，大概会有这个相关的同仁会见面。坐下来仔细的来研究一下台北市的这一个方案。好，我举个例子了。假如商业区啊，以过去四楼五楼的话，他盖的房子也只够大概五八四十，大概用掉四品、住商山来讲啊，他现在商山五百六都市更新，假如是一个接沟的话啊，五百公尺内的一个捷运站或三百公尺内的捷运站，他要加一倍很简单啊。啊，那现在住宅区的部分是225的部分呢、啊，啊，现在台北市都市更新增加的面积不大，啊，真的大概差不多10%到20%，不会超过30%，所以那个要都市更新很难，尤其住宅区的部分呢、啊，225你要增加一倍，
啊，增加一倍，是不是以现在奠定容积实施的是25哦？过去说不定它是300的啊，啊，都市计划这个容积实施之前是300，你要增加一倍也没有用啊。那除非你现有建物增加一倍可行，那就可行了。啊，你假如说现有住宅区的部分25加一倍也不是45而已啊。那45的话，你假如过去盖起来是5楼300的话，要达600又达不到，也没有办法达到改造。所以这个都是要去分区使用，都要去研究的。是啊，不是随便一句话说要改多少就多少，好不好？是啊，这个一定慎重。我们想说哈，这个要也不能弄到太胡乱，要弄得很精致，让这地区能够发展，能够更新，能够这边地方繁荣改造啊，城市风貌，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停车位的地下停车位的问题啊，现在我台北市停车位还是缺乏很多啦，应该缺乏几十万啦，但是现在我们内政部这边好像要修法，也受到一些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像监察院一些他们的看法是不是正确，应该有专业的。现在时代是减碳节能减碳的时代啊，那么现在车辆都不是像这卡什么 Cali 什么那些 Caragogo 这么大的车都5米多6米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差不多4米多啊，4米多或是大概差不多最多也差不多5米2，啊，那么5米2就很长很长的了。所以现在听说我们这里内政部要将这个法吧修，本来过去这个哈，它的宽度啊，2.25公尺宽。长度啊到5米半的，有占1/2啊，占1/2的车位，6米的啊，或者是它的宽度2米半的，那也占1/2。听说现在我们这个内政部要把它修为说这个225宽啊，或者是这个深长度啊，那么5公尺半的要修到剩下1/4，我想这个不符合现在需求了。现在就是节能透水性要高，所以地下室挖的又要这个缩小，要缩小的时候呢，老蒋这个车位变少，将来车位会越来越不符需求了。所以我们要考量现在时代的发展，啊，所以这个宽度啊，我们可以225最少到2米半，深度。5米半的应该要增加，而不一定把线缩把它减少，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要再慎重，要慎重。我是建议主席啊，你内政招委应该要召集来协调符合社会需求，而且实际上达到我们的节能减碳透水性能够提高的原则，我想这个必须要去做，是好不好？你部长，你的看法呢？是很感谢委员提供刚刚那么详细的一个分析哦。那我想对于这一方面，我们会相当尊重专业的意见哦，包括这个设计啊，或者是建筑开发哈，等等。那当然消费者本身的意见也很重要。那至于说1/4跟1/2这一个比例的差距呢，我们主要是考量到原来这一个小车位的设置是为了。这个应付这个梁柱所在的地方，它所造成车位分割的不平均的现状，所以给予一个弹性。那如果说我们对地下停车的部分统一规定的一个车位大小，譬如说6公尺跟这个2.5公尺的话，或2.25的话，那么剩下的小车位是为了让这个建筑商在规划碰到梁柱地方有个弹性的应用的空间。因此在过去几次的审议过程里面，大家对于把1/2改成1/4的争议是比较少。那当然委员的建议我们也很愿意来仔细的检讨啊，谢谢委员。因为近来有不少的人建议了，包括建筑商他们的看法。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大原则节能减碳透水性。是。所以地下室开挖率就要降低。是。所以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这个车位啊，那么你就是不能说这个5米半的不能限缩，不能太少，而且现在我刚刚讲过，现在大家为了节能减碳，所以汽车它就不是像那个卡雷这么长的一个车位，现在已经台湾就看不到了，都是车子都很短，很短，比较小，节能减碳嘛。
所以这个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呢、啊，哦，你应该要考虑到。第二个，你讲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消费者不是几个消基会的人讲话就算了，哦，当然不是，那实际的消费是消费者的一种需求，这才是重要的，嗯、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委员。啊，请孔文吉委员。主席啊、有请部长。请部长。孔委员好。那个部长好哈。我想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这个修正案呢、啊，那部长您认为对这个压抑房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帮助？向委员报告，这个不是主要针对压抑房价而来，就今天的这个李鸿钧委员所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在这个申请程序啊、哦、等等方面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简化，来方便处理。所以我想，对于我们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那个飙高房价问题，还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性。嗯，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我们政府对这个怎么样这个房市炒作啊、这个土地炒作这一方面呢、啊。那我觉得内政部这边应该也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有的，有的。现在还是有很多无壳蜗牛、啊。是。你看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就提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对不对？就不能让这个房市这样飙涨。那现在很多无壳蜗牛，他们的心声呢、啊，我是希望说，我们部长这边也能够跟行政院这边反映。是啊，是。昨天那个我看了那个总统跟蔡主席的这个辩论、啊。辩论。嗯。那事实上，蔡主席他有一些话我是蛮赞成的了。今天我们政府不是为财团服务啊，而是要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小市民来服务。我觉得说我们内政部有些措施哈、啊，不管是土地的什么征收、都市的计划的更新啊，这个应该是要站在我们老百姓的立场嘛。那我觉得我们做一做又收回来，啊，好像大企业、小企业都兼顾。事实上，本来就是为财团服务啊，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跟我们老百姓的心声跟意见是渐行渐远，啊，所以我觉得反对党那个，这个民进党那个蔡主席的意见呢、啊，他也多少要听进去、啊，是不是我们这个 ECFA 是先为财团，听了财团之后呢，然后就又找一个小市民，这个小企业来背书，因为我觉得房价这个部分呢、啊，我是希望我们这边要拿出一些措施出来。哦，那跟内政部应该可以做一点相关的，你自己主管的权责这一方面有跟这个方面有关，应该有嘛？像营建署的都市计划、都市更新这方面，是对不对？是。那个最主要是部长，因为我们上礼拜哈，嗯，在这边谈了两天的国家公园法了，是啊、哦，那国家公园法几乎是我们原住民地委都在场，嗯啊、哦，而且是从头守到尾，嗯哼啊。哦，所以我是希望国家公园法这个部分呢、啊，希望部长你虽然是没有在场哈、啊，那我们的营建署的署长有在，都有在场。对，我们的基本的立场跟原则，啊，国家公园法这个部分呢、啊，我是希望啊，国家公园一定要依照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意见来通过，啊，不管是说我们要划设定国家公园，你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规定来走嘛，啊，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规定来走。第二个，国家公园你那个共享跟共管的机制，过去你们营建署在民进党执政时代，你讲的共享跟共管有包括参与合作还有共管的机制哦。你们所谓的共管机制不是只有说啊雇用原住民在国家公园里面啊，什么耶平固的巡山员啊、解说员，你们所谓的共管机制还包括处长跟副处长、秘书，这些都在里面哦。这个我们都还没讨论到，都是我们后面有关国家公园的那个什么这个人员的组成这一方面呢、啊，应该要找地方参与嘛。这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这一次的国家公园法的修正，一定要把我们过去原住民几乎是最痛的打猎的权益没有办法被保障，啊、哦，什么这个上山采集花木的权益也没有被保障，那个后面都会讨论。但是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照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这种
这个标准是你打猎采集花木，你可以限时间、限种类、限季节啊、限数量。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定出来呀、啊，哦，国家公园没定出来，林务局没定出来，所以我们上山打猎都会被抓，抓了之后一只山羊要罚30万。现在我们立委都在处理这种事情了，所以我是说让部长知道，好、哦、让部长知道说，这个国家公园法的部分是。那另外，国土富裕条例跟国土计划法，行政院都已经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你国土计划法要推出来，你国土富裕条例就不要推出来了嘛。所以为什么下一次会搞到流会？哦，你为什么要把国土计划法跟国土富裕条例全部送到内政委员会审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反对的。国土富裕条例有些条文可以放在国土计划法嘛？啊、哦，我认为我是比较赞成啊。你国土计划法推的话，你国土富裕条例你就不要推了，因为那个已经被我们挡了5年，在经济委员会。所以我上次也有跟那个黄昭顺委员呐、啊，我们也有沟通了。哦，我说你是我们内政委员会的书记长，但是你是我们国民党团的这个委员长啊，对不对？你要听我们的意见呐、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环保团体人士？所以我说定一个国土计划法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国土富裕条例就免谈了，因为我在经济委员会已经挡了5年嘛。这有些基本的政策跟立场啊，我是希望部长这里哈、哦，能够了解。现在我们原住民立委的心声是什么？是哦，而且这个部分都是在内政委员会都要开始来审查的。对，好不好？对，所以说我想说这个提这几点意见呢、啊，是给部长做一个是很感谢委员提供的意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哦，给你参考。是啊，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是国民党团的。哦，你这个突然弄一个这个东西出来，我说实在，我真的我也是看那个，好吧？这个部分就请部长哈。哦多那个是、哦、感谢委员。好，谢谢。报告委员会，所有登记化验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其经营化验完毕，行答结束。委员吴益生、张庆忠、陈秀清、林淑芬、潘伟刚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次会议委员所提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你请来书面答复哈。那我们现在部长可以啊，方便。那接下来哈，这个是否进行逐条讨论啊？这个那我们今天呢、啊，这个会议进行啊，这个另行择期。啊，进行逐条讨论啊！今天我就散会了。